来看一下国历11月5号到11月11号呢，十二生肖周运势如何喽？运势呢有三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猴、老鼠还有龙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呢桃花绽放哦，你会感觉到喜事频传，很多的好的机会、好的人际关系、好的姻缘，你要多加把握。尤其呢跟老朋友多约会，都会得到好消息。